这个冰箱还挺好的。And then we have a combi microwave. 这是烤箱，然后微波炉，然后一起就是功能都有。Just switch them on from here. We have the mixer up there. The mixer up the light. Okay. 这个抽烟机。And a surface light.灯，然后这个是洗碗的，然后这边有两个炉灶，因为这个 studio 就是给一个人或者是情侣入住的，所以这个肯定是已经够了。一般这个水壶和这个面包机呢，就都是公寓带的。然后这个咖啡机的话是学生自己买的，然后像什么这个垃圾桶什么都是有的。